拜大悲忏，忏悔花艳文，总忏，弟子谨怀，一心忏悔，过去所造一切罪业，贪欲重，愚痴暗昧，今日果报现前，身为重病所缠，夜睡不安，白日生疲，弟子深知这一切皆是过去所造深重罪业所致，今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前发露忏悔，永不再造。别忏：一、妄言失智；二、无事熏迹；三、畏惧权威；四、心无定性；五、处事冲动；六、在意他人评价；七、猜测别人想法。以上皆是无始劫来骗计所知，业障所致，今皆忏悔。弟子愿以终身为期，修持大悲忏法门，一心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，令我身安道隆，夜梦安稳，身心安泰，瑞相现前。也愿修忏功德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同生极乐，共证菩提。立愿人：杨景怀，地点：国立台湾科技大学，起香日：民国106年正月初一，圆满日：往生净土之日。